我老婆啊，还以为我在外面乱乱来啊，每晚回到家我都不想要，我吃了这个六味地黄丸2个月样板了，感觉我的身体啊已经好很多了，也没有半夜频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灿，今年48岁。我在服用 GKB 六味地黄丸之前，和我老婆在那个时候，我每次都一下子就不行了，大汗不到，半夜啊又一直频尿，搞得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没有精神做工，我真的是唉黑钱啊，半夜啊又一直不能睡，早上起来又没有精神，然后时常啊头晕晕这样。然后我老婆在 Facebook 就看到啊这个六味地黄丸，看到帮助很多人改善了他们的问题。其实啊我开始也是很怕的，我半信半疑，因为我本身都没有装的是这些东西的嘛。我老婆说不会啦，她看到这款产品是有 KKM 还有马来西亚卫生部的 MOH 的认证，吃了大概一个疗程过后啦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有改善，最明显的就是啊我半夜没有频尿了，一觉睡到天亮，早上起来也没有头晕晕了，西北爽啊。最重要还是啊我的房子啊变得更持久了，嘿嘿，我老婆啊也很满意，那就 OK 咯。我的药啊也没有那么酸了，之前起来的时候真的酸到不行哦。非常感谢 GKB 啊改善了我的状况，之前 GKB 营养师诊断我是肾阴虚，推荐了我这款 GKB 六味地黄丸，看到效果的我也非常放心的推荐给大家，可以尝试这款 GKB 六味地黄丸，当然在吃之前可以和他们的营养师进行的了解先，不要怕麻烦，不然啊麻烦就会找上你们的，快点点击 send message 询问他们的营养师吧。